那时候我们家植的时候有流水，哎、欸，他不知道哈，他不知道，就是因为这里有滴水下来。嗯，这个在植子宫大概100个会碰到一个，子宫内膜淹大水了、啊。你有没有看到？可以。后来这里一滩都是水，你还记得？哎、欸，后来我们取下了两次哈，这一次跟过年前一次。嗯。那这一次是用自然周期，我记得自然周期会提早，不过自然周期的怀孕率非常高。哎、欸，你不是还有孕棒？不是三四根，两根呢、啊？你是礼拜验一次，礼拜六验的时候没有。嗯，可能那一个是放很久的。这个是我们的吗？这个你们的。可是你礼拜一那个看起来就是双胞胎的样子啊，这个是礼拜一的。就是礼拜昨天的。昨天的，哎、啊，你拍给我是这张。对对。这是礼拜一、礼拜二。就是我们验礼拜三，你要记得带2块钱来。我带好了。不能露脸，露的话会变成那个赌博。我等一下再给你1块钱啊哈，我再跟你赌第二件事情，双胞胎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第二胎现在很强。所以这种积水的哈，在我们在植的时候，大概后来改变成自然周期的，目前为止一个黄法官，一个何法官，有一个陈清水的陈小姐，只要转过去都怀，目前100%。但是通常我会转成自然周期，通常是这个情况，就是积大水，所以你的体质不能吃药物。好、哦、恭喜，谢谢。你两个结婚多久？摩擦哈，要烟晕的话，甚至你的眼泪都可以烟晕。真的。所以有时候我那时候碰到软的锅是有腹部的水也可以烟晕，只要你身体上的液体都可以烟晕。就是礼拜一，就是礼拜二，就是礼拜三，越来越强，应该是双胞胎。